当您新欢周旋二男玩弄周星哲交友圈惹怨，我终于了解自由，不是都是心碎的才懂。我说 Eric 啊，你到底是被爱赏了几个巴掌，才能写出那么虐的情歌？哎，莫非是你的前女友 Melinda 二十号被《镜周刊》爆出跟悠悠杨佑宁稳定交往中？翻白眼给你们。伟毅其实早在两年前就传出女方周旋在这两个男人之间，就爆料者说女生会管周星哲的交友圈，二十一岁的周星哲就傻傻听话，而且他跟杨佑宁还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呢。哎，怎么有点绿绿的感觉？耍大牌的时候，其实我可以解释，当时是第二张专辑的时候，我还蛮脆弱的时候。是工作上不顺利呢？工作也有，自己也有一些感情上的问题，就是跟朋友啊，跟前任啊，全部都有关系。是的，当时周星哲为了见对方，甚至不理唱片公司宣传，硬要去跟他见面，搞得宣传不爽，还得跟媒体道歉。现在关于前女友的事吗？我只想说，我认真的爱过。祝福大家都很好。娱乐动新闻，现在有主播女友，其他就 let it go 啦。报道。四一零见面费订阅成为会员会长，呵呵，独家运营，呵呵呵呵。来注册，哦，喵在这。